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离开我的。怎么会啊？谁说呀？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啊！我做什么都不行，我没办法帮你出皇上，也没办法帮你对那些道士。顾青，顾青只要说一句话，就能帮你解决这些事。 那些人还说了，说你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说你们才是郎才女貌。好了，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哎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你不要跟他们比，而且，就算你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是。 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只有你的呀。什么叫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是啊，若晨？你说，你心里有我，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你喜欢我。